机器人就是说，对目前来说，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，但是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。例如说，如果能够跟病人直接对话，把病人的最新的反馈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给我们医生，或者是自动的处理，那帮助最大的啦。第二个，如果是能够自动的，就是说把门开了，非常自如的把一些药品跟病人交流，做一些简单的说明，这是帮助非常大的一个内容。